有一日，耶稣经过一只葡萄，这葡萄有一善人，假名安到家过，其家受洗无人，其暗有钱，人未到其暗手看，喊人万岁母万哥哥。家过地耶稣未来，其爱看耶稣，但系其暗爱，错隔壁暗多人，其看唔到耶稣，家过都走去过黑暗多人。其爬上树，因为其地耶稣买大里条路过。耶稣到个时节，耶稣看到只鬼，耶稣就讲：只鬼，你下来，今日我爱去你屋吃只。只鬼躺到就安分去，夹下来，带耶稣去你屋卡。初隔壁邻众人看到，其等啥都讲：诶，怎么也去列就催人变黑家？一个都甲耶稣讲：先生，当我日搬新家，我要搬桥子人，搬我小哥人，我要陪葬伊家尸皮。耶稣又讲：今日上帝救好一个甲家不开人，因为其中阿伯罗汉相信上帝，我来啊，就系爱寻就催人。甲叫其等下吹风出来。